那接下来我们请我们国安家长会长联谊会，好，来。国安家长会联谊会的我们谢会长谢代表。颁奖一下，他会是我们枢纽，枢纽会长。
长吴金鹏校长，还有光荣国小哦，是由我们我们由这个成功国小的温山明主任好麻烦来协助，好代替我们光荣国小的家长会长，有一位施主任施会长施文生会长所送的礼物，再拜托一下我们温山明主任跟佩芳老师一起来，佩芳一起来。学长请上台，我们七三级的学长他们呢送了一个羽球袋哦，因为呢希望呢我能够继续维持运动的习惯哦，保持这个最佳的状态来办学，非常谢谢我们的学长，谢谢哦。这里呢有陈凯翔校长，还有我们张敏雄主任，还有陈新生主任，谢谢。另外还有我们的这个国家未来主人翁，我们的宜君陈宜君，还有我们的那个丽霞主任，谢谢。接下来我们会有请国安读经班，好麻烦国安读经班因为常委要致赠礼盒。
校园史主任来帮尤丽蓉校长来那个转正啊，丽蓉校长给真荣的一个祝福，谢谢。麻烦请到台前，我们一起来致敬纪念品。瑞丰国小林建清会长，请问一下，庆祥校长还在这里吗？还在现场吗？
加我们校长的交接典礼，祝福大家可以身体健康，阖家平安。那现在请大家尽情的享用我们的午餐，谢谢各位。